哦，刚刚第四次成功哦，就是要用这样直直的，看到这个塑胶袋的部分，哦，然后充满气以后，这样子合起来，把它卷起来，卷好了以后，再把这个扣环扣上去，哦，这样子空气沙发就可以完成喽。那由于刚刚卷的很少，所以气不是很足够，我们现在再给它充一点气。你要帮我拉直拉好哦。好，我要拉下面就好了。好。那我们再给它充一点气，充饱一点。哦，这样有很多的气吗？还没，要更多的气。来，给它转转转。哦，转到这边这样子，很饱哦。哦，转到很饱和的状况下，哦，让它转紧一点，这样子中间才有够力气。好，转紧了以后，把这个地方关起来。好了，弟弟可以进去玩了。哦，用跳的话会爆炸，等一下你又撞到地。小孩跑到这里面，哇！你开这个船太大了吧？哇！哦，那我也可以进去吗？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太大了。没有很大啦。哇！你出不来了。你开这个是香肠哦。看，我找到了这个。哦。你看，这好像是你的嘴巴哦。亮亮的，那个是闪亮陀螺。